用心专注在每一个拍子，这群年轻人组成鼓队，利用周末到吉隆坡静思堂为即将在11月演出的《浩瀚父母恩》准备。觉得会比第一次比较节拍会比较稳了啦，因为今天我是站在第一排嘛，就跟上一次是站在第二排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就是在台上的感觉的话，我就觉得今天就很乱，就脑子比较一片空白了。不要头这样，我们尽量头看前面，就是有一个很精神然后很 confident 的感觉。志工耐心指导，给予鼓励，让演艺团队更有信心。第一次练习一定会有那种挫折感，因为我的做的那个棒子一直做不好，我的心一直跟我自己讲，我要有勇气的去克服困难，所以我一直跟我自己讲，慢慢来，把心定回来，很不错耶。年轻人学习能力强，用坚定心克服各项挑战，以专业认真态度弘扬孝道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昭祥马来西亚报道。